合膜贴膜操作教程。首先插入电源，按启动按钮，点击登录，点击手机，选择手机型号，选择需要切割的手机膜，勾选无痕贴膜。无痕膜一面有痕，另一面光滑无痕。将无痕膜放入切膜机，点击开始切割。切割完成，用贴屏清洁剂清洁手机屏幕，然后用清洁剂抹除水分，将手机膜上下部分孔位膜揭开，然后将白色表膜揭开，将手机放置贴膜机中间，按左侧自动固定按钮，上下左右自动固定装置启动，然后旋转升高固定架，取出无痕膜，将无痕膜孔位固定在贴膜机上，然后旋转降低固定架，使其贴近手机屏幕，用刮板平贴手机膜表面，匀速前推。揭开表膜，按左侧固定按钮，固定装置自动归位。取出手机，揭开面膜，屏幕高清无痕，防滑耐磨，触感灵敏。裸机般舒适手感。